大甲妈绕境，刚刚进入彰化，晚间銮轿还没抵达一级战区民生地下道，放眼望去，周边警力重兵部署，就是要严防往年抢轿习俗发生。整个民生地下道周边，警察直接沿路挂出热点搜证区布条，出动3000多名警力，搭配600面交通改道牌，比较国安规格，拉长净空区域，替大甲妈銮轿顺利开道。晚间8:47，欢呼声开始此起彼落，地下道上方两端挤满上千信众，拍手欢呼，恭迎大甲妈。由于警方强力维持秩序，加上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亲自出动扶轿，大甲妈今年没有出现往年放鞭炮、推挤冲突的抢轿情形。短短6分钟，大甲妈顺利通过民生地下道，很顺利，很顺利哦。这样，大家拢老，大家拢爱妈祖，大家拢老朋友啊，沟通的，你看大家拢真欢喜吼，彰化人的热情。妈祖婆拢有看哈，非常的感谢。今年大甲妈绕境，为了防疫规定，尽量不钻轿底，也呼吁信众减少聚集。不过在一级战区彰化民生地下道，还是特地为了确保大甲妈能够顺利通行，比往年更拉长80公尺净空区域，比照总统维安规格，妈祖銮轿不减热闹，顺利通过。三立新闻张展志、萧宇智、陈嘉文综合报道。